欢迎五月天阿信阿信哥。Hello， 你家。信哥这样够嗨吗？够隆重，够吗？信哥，我就是喜欢类似这样的。哇！哦，有吗？有重有重。像爱叮当，我觉得他的那个超级的那个好歌，就是真的，一首一首就是唱不完呢、欸。像这个猜不透啊，对不对？手掌心啊，然后这个手掌心啊，猜不透啊，我爱他。对啊，尤其是这个手掌心，就是真的是办了一个很大的活。大家还记得那个手掌心是哪一出戏剧节目的那个主题曲吗？《兰陵王》。对。那你们知道《兰陵王》有另外一首主题曲吗？哦，佳佳的歌。就是是没有人记得。正曲，对，我有对那个点击率之低，你看手掌心是破亿耶，他入正曲就是无人闻问这样，这个就是成语说的功高震主。如果我去那个叮当，有机会去叮当的那个演唱会当嘉宾的时候，叮当不准唱手掌心，你唱入正曲啊，可以，你唱手掌心，对啊。我要唱破译神曲，然后普通神曲的话，你来唱。普通一样的月光，唱两句可以吗？要摇滚的。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泪水，一样的日子，一样的我和你。就甘棠 level 可以想唱一小段吗？就跟那唐微博，就跟那唐微博。当时信哥是合音吗？是，我是适合。我的开场可能就需要让大家全部都站起来。我跟那个好小松还有小纳豆，我们就是现场就带五月天荧光棒，然后谁没有站起来，我就打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金哥，没问题，我会全力监督，我出手很大力的。没错，我们不会留情，好不好？打小腿的部分。对，五月天的阿信打过脚底板，这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，这是荣耀，你。信哥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就是像你们演唱会有，就是开那么多场，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，就是你 always 在那个状态里面？我觉得你问对人了，这绝对问对人了。像我就是完全就是保留不了啊，没有办法，每一场都破出去了，每次下台就觉得说自己是要那个滚着下台，休好好休息一晚上之后。就是重新起床，又觉得自己是全新的。你确定你晚上有好好休息，不是一整晚上一直在网络上？我们打这个王者荣耀吧，演唱会结束，手机就是拿横的，没什么好。手机拿横的，手机就开始。不能后悔啊！我点什么就要唱什么。简单来唱一首那个死了都要爱。等一下。可以再高一个全音，谢谢。不哭到微笑不痛快，宇宙毁灭心还在。哎，太棒了！可以吗，信哥？哎，这完全没有 say 过哎。好，我再点点，再点好了，剩下光明。完全来个没 say 过系列的《盛夏光年》哦，世界名曲，不会唱吧？歌唱第一句，放弃规则，放弃规则，放弃规则，再 key 高高吗？你再高一个 key， 哦，接受挑战哦。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空未来。我不转弯。
我猜第一名是洋葱吧。只有这首更经典的歌曲有办法打败猜不透跟那个我爱他。对啊，是不是有可能？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讶异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比赛，你会流泪。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哇，这个哎，但我觉得很奇怪，猜不透竟然没有在榜上，哎，太奇怪了。我归纳出原因了，为什么这首没有进前三？为什么 ？MV 代赛。男主角吗？对 ，MV 代赛，大家回头去看，就是就这样，就是、回头去看这首歌，男主角是谁？男主角是我们团员啊，其中一位。然后其实像怪兽啊、玛莎都是有来演过那个叮当的 MV 的男主角。然后我不止在其中跟叮当有戏剧嘛，我还对唱就花火这首歌啊，然后走火入魔啊，大家还蛮喜欢我在花火里面的那个上班族。然后我跟叮当就是两个人就是在对面大楼看到，然后一时就天雷勾动花火，然后就两个人冲到内湖路上，把内湖的那个路上都堵起来，所以从此之后内湖的交通就陷入了黑暗。玛莎应该现在觉得怪怪的，我的手好痒。对。